位于南加州圣马利诺市的 WeTrust Realty 举行了盛大的开幕仪式。WeTrust Realty 由联合创始人 Tiffany 徐和 Eric 陈领导，专注于提供全方位房地产服务，包括保险、资产管理、教育、企业金融、税务和信托规划。该公司采用100%佣金模式，致力于为经纪人提供强大的支援和专业的培训，特别是在南加州的圣马利诺、尔湾和圣地亚哥等地区。Tiffany 徐作为美国华人金融理财第一品牌的创始人，注入了他的梦想和奉献精神进这个公司，而 Eric 陈则以过去两年在房地产销售中超过$1,000,000的业绩，展现了对卓越的不断追求和挑战传统的勇气。我们现在 的房地产公司是 100% commission 啊，那么我们主要是这个创打这个一站式的服务，因为我们创下嘉集团，现在我们有保险、资产管理然后呢这个教育、企业金融、税务规划、信托规划，那么一直就是缺一个闭环服务，就是房产跟贷款，所以这个 WeTrust Realty 呢就是我们是 affiliate 的 company 嘛，就补充了我们整个生态圈的一环让我们的经纪人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更好的服务我们的广大的华人客户。那我们主要的项目是为房地产经纪人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在我们这个平台里面可以得到更多的支持、辅助、 training，还有更多的这个业务开发的这个skills 的 support， 所以说让我们的经纪人有一个很好的支持的同时，可以有机会获得更多的佣金，那就是100%的佣金。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使命。公司也引以为傲的拥有现任西圣盖博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主席 Lin Cho 作为公司的 broker。Lin 在房地产行业拥有超过30年的经验，并曾在2011年获得 WSGBR 年度房地产经纪人奖。其丰富的经验为公司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Buyer 现在的在买方去卖房子的话的程序会改变很多，然后对我们的经纪人来讲，可能比较有点挑战性。但是在我们的公司里会，我们会帮助我们的，不管是买或是卖，我们都会帮助他们能够顺利的买卖程序的交易。WeTrust Realty 的使命是为每一位经纪人提供100%的佣金待遇，这反映了公司对创新与公平的坚定信念。该公司致力于为经纪人提供真诚的关怀和支持，以帮助他们实现最大的潜力和职业梦想。WeTrust Realty 同时承诺创造一个公平、透明、诚信的工作环境，与经纪人和客户建立真正的信任和合作关系，共同开创房地产行业的新未来。凤凰卫视林汉琴洛杉矶报道。